小 S 八日下厨展厨艺，没想到却出了点小意外。原来小 S 在切洋葱时哭肿了眼，她将素颜肿眼照上传到微博，并问说：“请问如何切洋葱不哭？上次哭好惨。”粉丝建议她先将洋葱泡水，也有人提供亲身经验，切洋葱时含口水，据说就能免除切洋葱时的淡淡哀愁，但有更多人建议她干脆带上冰镜，或直接叫佣人切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